是 Kim，我今天来到东甲这个小地方，现在是要6点了，也是要晚餐时间。你们还没有吃晚餐或者在准备晚餐的，要注意看我的这个视频哦，很重要哦。你们刚才有看到我的预报吗？讲皮肤烂的哦，真的是很神奇，很神奇，给你们见证神奇的一刻啊！好好好，我现在给你们，坐在我旁边呢，就是我要访问的对象。那我们来让他自我介绍。本人是洗衣服，住在东家。洗衣，他们都叫你什么？一个。老虎。老虎，哇，善良的老虎。然后他们，你朋友就是叫你老虎啦。哦，然后你本身主战组长，老虎，就是东家的那。哦，然后坐在隔壁的呢是他的姐姐。姐姐，姐姐哦，姐姐，你跟姐姐感情很好吗？还可以啦。就是还可以，是很好。因为刚才我在访问他一些资料的时候，姐姐比他还知道清楚他的资料。没啦，有什么事都会跟我讲哦。哇，姐弟情深，很好，所以他排最大儿子。哦，我女儿在前面。是啊，Hello Brian，可以。哇，他今天我要访问的这个 prospect 呢，就是这个顾客呢，就是丁丁的弟弟，对吧？弟，他。你知道他的名字很特别，在东角，人家叫他老虎，没有人敢称第二。他真的是叫老虎，对吗？啊，对，好，我不习惯你叫你老虎。OK，然后我问你哦，你其实你在，你有这个病啊？就是方便跟大家透露，你有这个病是几时发生？在我31岁的时候，31岁的时候，就是这样子造成你问你什么？本来是脚底痛哦，我是有去看专科死人的啊，脚底痛啊，去看了很多个啊，见不到是什么病，然后。到过了整年，那时候差不多整年了，再去另外一边看，你这整年那怎时样候。度过的？这样痛？要吃止痛药，就一直吃止痛药吧，好吧？哦，在31岁那一年呢？就越好像越吃了，它就越严重哦，越吃那些药就越严重。了。哦，然后你脚底痛是我听冰冰讲，姐姐讲，你是之前水痘有问题造成的啊？哦，他水痘是吗？水痘，然出后。水痘，可能那时他没有好好照顾身体，没休息到，也然后他是就可能。出去做工啦。哦，然后就这样导致脚底痛了。不懂什么原因，突然间爆发这样的东西出来。哦，然后就吃了一年止痛药，然后过后第二年呢？第二年那时候是严重到不会起身啊，不人起整个身，人好不会像站钢起板这来。样，哦，就躺在床啊，真是。爬医一个生起也不来，知道哈。爬一个起来要几个钟头，整个钟头人还不会起来，要人家去给他拉上来也拉不上，整个骨头好像硬掉了。甚至哦，他家人以为是发生什么事情。还真的去问神啊，然后又问了医生啊，都不好是吗？然后过后哦，其实他不过他们都是吃着一直吃止痛药啦，然后就这样挨了几年啊，6、7年。到现在有六七。哦，有6、7年嘞，他6、7年这个状况哎，然后哦，直到哦，其实你是几月开始？姐姐，冰冰是7月尾的时候拿到七裤月兰。尾拿裤子，就鼓励他穿。可是他没有穿，其实为什么？刚开始呢，姐姐拿着裤子给你的时候，其实你是什么反应？我是不相信啊。传一两天了，我看没有什么，啊，没有什么效还果。是一样，然后我就帮助了。其实那个时候，从你的皮肤是怎样的？皮肤也腐烂。哦，知道姐姐，我给你们看他的照片哦。他其实他的皮肤是这张哦，是穿了2天有好一点的。喏，这个是他的背后，有好一点的。然后他的脚，你看他的脚哦，他的脚要扩大，他的脚是这样子，就是一大一大这样烂的。其实他背后，然后手这一边，然后他的膝盖到脚底啦，然后还有背后哈，背后也是很多都是这样子烂的。可是还就是还没有穿裤子的前2天哦。
就是七月份他开始穿嘛，只穿两天，然后就放住了。其实他穿七月份穿两天之前，他的整身是比这个照片还严重的。听了没有穿，后来就放住了，更糟糕了耶。更糟糕啊！然后有出脓。没有出脓嘛，就是还是这样。就是不会好啦，就是落皮这样的咯。哦，自己是腐烂啦。落那白白的东西下来。不会痛吗？还有头。不会痛。头都已经好像长、哦、长头皮这样的啦。哦。然后为什么你最近又回来穿呢？有看到有很多人穿也好啊。因为我女儿也是，我女儿是皮肤的问题，我穿的比较好一点的。我讲那个卖钱啊，我讲照片是你穿那个好多款，卡不啊？很严重没有？哦。然后她穿两副，跟你穿了几久？两个礼拜。两个礼拜耶，你怎么穿啊？差不多三天洗一次。哦，这样你穿二十四小时啦。在家多啊。哦。然后两个星期后哦，她的脚哦，可以给你们看到她的手。你看他的手好掉哎，你看得到吗？他的手已经干水哦，干皮了哎。然后他的脚趾也是嘞，可以给你们看他的脚趾。你看他的脚趾哦，等一下哦，这个表，我给他们看。你看他的脚哦，已经是干了的。等下我放他烂的照片给你们看，已经是脱皮干了的。不止哦，还有他的背后不好意思啊。你看他的背后好很多耶，哦，这一大很严重的，之前是腐烂的，待会我给你们看的哦。他现在你看干了耶，真的是皮肤美美啊。还有这边也是，好很多耶，他肌肤整身，辛苦了哥，他肌肤整身哦都是好掉耶，就是现在已经是属于在干皮，在属于在康复的状况耶。然后哦，不止这样哎，因为他是，其实我刚才没有讲到他的病哦，其实他是牛皮癣关节炎。啊，牛皮癣关节炎。哦，然后呢，这个病呢导致他没有力走路嘛。走路会关节的地方。会痛。会痛哦，然后他甚至不能蹲下来，真的是不能蹲下来。然后穿了这裤子，你基础发现你可以蹲下来。三个礼拜哦，穿了，但是穿了一个星期，他就发现他可以蹲下来哎。你要释放蹲下来吗？不好意思啊。等一下啊 ，OK， 好，他表演。哇，之前是不能蹲的哈。你看他很瘦哎，其实他之前没有这样瘦的哦。好了，可以了。他之前是没有这样瘦的，对吧？嗯，他是因为吃了止痛药，然后又生这个病，所以他才暴瘦到这样严重。生这个病的时候就瘦整身了。那以前蛮胖的，有。哦。像中了这个病瘦十几了，那时候因为中了这个病没有，因为走路会痛啊，所以懒惰起来啊，没有什么吃。哦，也没有力啦。你知道他之前哦，他穿这裤子的时候，冰冰讲哦，他刚开始穿过这裤子是没有力拉上来的嘞，是要老婆帮他穿的，老婆帮他穿。可是现在能够自己穿的吗？可以。可以有哎，比较有力有哎，而且其实这个关节炎真的很严重哎，导致他的手脚哦是关节有点扭曲啊，其实他也是，其实会痛的嘛，其实讲这个意思。多少？多少会痛啊？你还可以忍哦。他会吃止痛药啊，止痛。是哦，真的是不可以乱吃止痛药啊！你看吃了止痛药，像他这样打很多东西在他的身上，所以他的皮肤才会这样溃烂呢。哎，小玉讲太好了，你没有来，你看他的见证真的是好大，夸张大。刚才阿珍送给我的时候啊，吓到我。他讲，等下你不会吐吗？我讲不会。再夸张的，再恶心的，我已经看过了。因为阿珍有看过，他现场的嘛。哦。之前。他之前的啊，比我刚才给你们看的照片好很多的啊。他之前的是比那刚才的照片还恐怖恶心的啊，把现在好很多嘞。然后不止这样，还可以蹲。哦，他之前是骨头硬的是吗？不是，好像他要弯的时候还会痛啊。很痛，就讲因为关节炎导致的。啊，关节炎。哦。
可以玩了，好像要玩了就痛了，你就不会拿上来了。那现在，我现在可以这样游？可以。哇，之前是不能拿。以前是比较慢啦，还是有痛。哇，骨头僵硬都会好哎，我真的是夸张到哦，哎真的，没有想到一个裤子哦，一个 Aurora Pants 哦，没有带到那个 sample 来，那个 Aurora Pants 哦，真的是可以帮助到这样好哎，你看他现在都还在穿着哎，他不舍得脱了哦，会热吗？真的？会。会哦，然后会你穿了会痒痒还是什么吗？会吗？会紧吗？没有啊，不会讲很紧。不会很紧嘞，所以哦，镜头朋友们，你们还在考虑什么？讲真的，你看我看到他穿的这样好，我真的是很开心，很开心，因为最重要他的整个皮肤都好掉了，然后他不用再吃止痛药，因为不然他之前是靠吃止痛药的。阿哲，你快点来，他好了，没有这样恶心了，快点来。真的、啊、，OK， 我们谢谢老虎哥跟冰冰的访问，的接。的 life 啊，因为讲真的，这一种呢，真的这种病真的是很罕见的，之前真的是很罕见的，因为不是所有人都会有发生这种事情。可是 Aurora Pants 竟然真的是，他只是穿两个星期吧，来帮助他到现在，哇，太开心了，所以哦，值得吗？值得。冰冰呢？你觉得 OK 吗？OK 了就 OK 了，省了一家人的烦恼了，真的真的，是啊，弟弟你要感谢姐姐用心良苦哎，也希望好吗？可以去做工，那真的，现在可以去做工了、哦、对耶，因为这个病导致他很难去做工啊，因为没有力嘛脚，可是现在可以准备去做工了嘞，开心啊、哦，而且哦，他已经有四个孩子，看不出。可以啊，可以，现在很开，哇，太棒了，可以，哎，真的是很棒哎，他的见证，你们有在懂讲的可以来看他，他真的是，他住哪里啊？你住哪里啊？住卫星市。卫星市。哦，卫星市，认识冰冰的，你也可以来找冰冰，冰冰就住在一号店后面罢了，是吧？弟弟加油哎！哦，没有，你们认识他们的哦，都可以来访问他，因为他们真的是穿到很好。好，我的访问也到这里了，因为今天有巴斯马拉，我们要去巴斯马拉了。好，可以，拜拜，谢谢你们的收看。